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。漫漫这个名字是一个老朋友起的，我和他有一年在巴黎的一个画廊看了一个展览，具体展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那天我们两个都被画廊外面的爬山虎给吸引住了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他当时对我说，其实人就像这些爬山虎，遇到了就会纠缠，然后各自生长蔓延，时空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灵魂在纠缠着连结着。我希望漫漫美术馆不仅仅是一个展馆，而是艺术爱好者们一个连接的节点，也许在这儿你会遇到和你终生纠缠的那个灵魂。谢谢大家。帮我谢谢他。你自己谢吧，他没来。喝一杯啊。进了三十多年了，现在只外用不内服了。童子功啊。八岁那年吃了块酒心巧克力，差点没睡死过去。对，慢慢看啊。瞧瞧下面那个画和这个。怎么样？画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。哪个是你说的大美女啊？小梅姐，你没看到她呀？真吊胃口。
爸，你这些牛皮纸的文件还要吗？哎呦，你给我放在边上，回头我自己收拾。你这跟收破烂似的。哎，你看，这还有你以前的作业本呢，这得留着。哎，有你电话。谢谢你的花篮。怎么样，手术顺利吗？挺好的。对不起啊。你道什么歉呢？是我搞砸了。嗨，怎么那么爱往自己身上背锅呢？下个礼拜我就回法国了，一路平安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随时回来。好，不会跟你客气的。以后工作上还要合作呢。彻底没戏了，嗯？我说你也真是的，这么些年了，一根绳子还拴在一棵树上，动不动就掉上去，晃荡几下，能不难受吗？还能为你老？怎么，老光棍教小光棍打光棍啊？哎呀，这个女人呢，失恋了。就跟骨折一样啊，刚开始的时候痛彻心扉，过了三两个月，等到愈合了，那就跟没事人一样。这男的失恋呢、啊、就跟过敏性鼻炎一样，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发作，死是死不了，折磨你一辈子。你也没少谈恋爱啊，怎么就对我妈一个过敏啊？有你妈一个还不够啊，这打游戏啊都是冲着最后的大 boss 去的，咱爷俩点儿背，一开始就碰上大 boss 了，所以啊，这才越混的越没劲呢。哎，嗯，你看，心有时候是用来碎的。王尔德说的。